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复归清，灵宝齐庐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新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登太十字点灯兵，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现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滚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三钱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佛躲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故来亲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邪人胡说话，劳川地念不生，王母降下真天重新十年，充满天心口下世，五光烈天下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知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这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荒真武威，大救元人香儿女，佛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即驾身，说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诏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两遍得超生，只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念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直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一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恭送百孝经，天地众孝孝当先，一家安孝自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于先，孝顺子先，孝是人道，好，是人道第一步，第一步。小知识是习为先的，自古从前都小知，君选贤臣几孝廉，自习为先，忠臣多孝子，君选贤臣几孝廉，尽心竭力孝奉，下道不读将吃穿，感动卖掉官女不难，不入皆由孝智得，天将孝智令为官，
笑颜，公婆善变能尽孝，又若笑来又若闲。哦，网络不顺呐、啊，哎呀，真麻烦，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网络不顺？是不是记忆体不够了，或者是那个从三楼跑到二楼，位置改变了，网络也会不顺 ，WiFi 啊，那离发射器近一点了才顺呢。在房间里面离远了，容易障碍呢，不顺呢。从关啊关机，从开机啊。有华宝都要珍惜啊，得来不易啊。这拍锤呢，要找到那个群主啊，不容易。没有固定位置。重新进入。印任好，三圣坐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化圣号，好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再翻不及图，天下神鬼。周元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滚圆古策在中央。南无降下通天窍，无垠三清，连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点铁的话，让我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代八难不来亲，要想成情侣常持慧心，有情人无说话。老孙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重，用心执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死，望月先下天宫，各方王来对号，报是灵童。这对三朝所重视，六古天尊来就是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
零零三十六元降500。著名的陈大道，北方为将帅，千年红华显神通。得其少奇，遮日月。我顶身罗七宝星。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。主星诸二挂甲兵。他就远远相闻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说服难言归正宗。来王诏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里唐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。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孽寻路径，念起真言恢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弥陀佛时空一空再空无空，四空六空一空八空九空十空所太显扬，祈福诵经为相国弟子，谢氏信女请特报自己弟子杨海祥，愿将愿将以上诵经，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德功转成。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于天地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等候请，等候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无佛，南海古佛，海古，济公活佛，慈悲做，慈悲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弘扬理事。祈求战争主席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安治所治道，治道是如当然下生，这是高格超海呢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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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我学今晚就要学习。谢谢凯撒。晚安。晚安。大哥，导读，各位前贤们一起诵读一下呢。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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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贤们晚安。晚安。护前人慈悲，晚安。各位顶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学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